人员偏在接下来的三个月，射手的人员可能会有所波动。慢热的射手可能会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慢慢放开一点，又获得一些人员的趋势优。想变得外向点的射手不妨试试在这三个月里好好表现哦。有外向趋势的射手不要害羞，加油，咱们可以的。健康偏射手的健康向来都是不错的，在这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也错不了。适当的多吃清淡点的食物，饭后可以喝些蜂蜜茶，有利于胃的消化吸收，做个足疗对肝有利，生活美美哒，健康情况也会跟着更好的。经常去空气清新的地方散步，多吃水果，这些都有利于射手的健康哦。学业先面对众多外界诱惑，射手可能有所动摇，时间会被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，后知后觉发现时间已经跑远了五年。虽然放浪不羁的射手酷爱自由，但也别忘了他们还都是理性的，学习的时间还是会被单独留下，但是可能会被缩短。射手在学业上可能会有所起伏，一个大大咧咧就可能让成绩开始走下坡路，所以射手要仔细一点，分时间段时也不要忘记把用在某件事上的时间总和一下，防止避重就轻。事业偏射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可能会经历一些波折，会显得道路比较坎坷，可能会面对上级领导的质疑或批评，而慢热射手则可能被重伤。但是热情射手还是会重整旗鼓，纠正错误后重新开始，切记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咱们要做的不过是再小心一点，认真完成分配下来的任务。桃花偏射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桃花运还是不错的，虽然可能咱们慢热，但是咱们魅力还在，场子还在呢。说起场子，重点推荐运动场。自由的射手在运动场上是最容易吸引桃花的，最重要的一点是吸引来的桃花大多都是具有同样爱好的人，所以射手们建议多去运动场。还有就是再多的桃花咱们最好都不要飘呀，恋爱贴在前些日子平淡无奇的生活中，射手可能开始出现排斥心理，开始想去尝试新鲜事物。单身射手可能开始憧憬恋爱，已经被承包的射手则开始想方设法去摆脱平淡无奇，可能会给对象制造些小浪漫，对的，像双鱼一样罗曼蒂克。所以这接下来的三个月，不论是迷恋单身射手还是承包射手的小主们，可要抓住机会哦。从总体上看，接下来的三个月射手的运势还是不错的，不论要去做什么，仔细点，认真点，总归不会有错的，加油吧咱们的射手。看完的各小主先别急着走，再去留个找意再走呗，手动比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哎呦。